也是苗栗师傅优化开发的时节，乡公所今年同五族的为文化勇敢于优化艺术节的发通，用城市行通桥的方式，邀请乡亲强化人认识家乡，来看彩旗奖奖奖的风景。有意见的小朋友用动物旅游哈法讲出师傅乡的人文建设，建从建条动物顶面上，唔但向民众做得了解彩旗的人文历史，同时每老每年文化传下去。有啊，可以本身因的体验一下客家人以前的生活，讲农村的生活，不要就多讲客家话。安尼呢，看怎唔会虾米差异？唔记得以前客家农村的一些生活，个一些发通，个其他的咩话，较会讲客家话。市府乡公所为当人家优化规，结合五草绿文化，提出了城市行通桥，为社区民众也是好搞用溪桥刷冲韩国游步投游的方式，来讲出市府乡台台细细事情。用五草绿先生的作词啊，给诗词啊，来揭开这个序幕，希望呢大家都市府乡来了能够体验我们浓浓的给客家味，然后同时了解我们西湖的客家文学。西湖乡文旦游总有差不多160公顷，现在今年优化产线开发的也接近开发大年，农费完善发起做的基础都新年初。故乡公所每老发动产线，为民众健康书优化情况，韩国每老体验人文风情。客家新闻用闹，美丽报道。